怎么回事？这可是豪车啊，你都划了这么长一道口子，你怎么搞的？我刚才就看你在这转悠悠转悠悠的，我告诉你啊，这你得赔钱呢。啊，姑娘，真是对不起啊，我刚刚想扫车底下那个袋子的，结果不小心就碰到了。这车这么贵，你这修一下得多少钱呢？赔多少钱？这是我刚买的车，你一个月工资都赔不起呢。你等着吧，一会儿我老公就来了。我老公来了，还没有我好说话呢。姑娘，真是对不起啊，我真的不是故意的，我给你道个歉。道歉有用吗？这划都划了，你道歉他都能好吗？行了，别那么多废话了，赔钱吧。我跟你说，吵吵什么呢？你这老没良心，你都走不了。我，你这吵吵什么呢？还有个孩子要上学呢。你看他们处理的工吧，咱家车都划了，刚买的车呢。大哥，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。大姐，终于找到你了。小哥，你干嘛呢？他是我的救命恩人呢。大姐，你忘了两年前一天早上我去跑步的时候被一个辆车给撞了，那辆车直接管我都不管，直接就跑了。当时我被撞倒在地，路边的人经过那么多都没一个愿救我的，就您好心肠的大姐看见了我伤成那样，把我送去了医院，还给我付了医药费，在那照顾我。您都记不起来了吗？大姐，我找你找了好久啊，当时想着好好报答报答您，可是您不留姓名，直接转身就离开了。这就是一件小事儿，你说你当时躺在那儿那么危险，换做谁谁都会帮你的。我就是把你送到医院了，我也没做什么，你不必放在心上吧。大姐不能这么说，你这可是救我的命啊。老公，原来你说的救你的大姐就是她呀。对呀、啊、就是她。哎，老婆，你刚刚跟个大姐在这吵什么呢？对不起啊，我刚刚想扫车底下那个塑料袋来着，结果我不小心把车给碰了。这个姑娘她让我赔钱，可是你这车这么贵，我这一个月工资那么少，我哪有这么多钱赔呀、啊。大姐，不就个划痕吗？没事没事，这都没事，都是小事，赔什么钱？不用赔钱。是啊，大姐，哎呀，这就算了吧，没事，这我们自己也能修。大姐，我还没有报答您的救命之恩呢。我真的不用赔吗？可是这小事。对了，大姐，你在这个工作月薪多少啊？我在这儿工作一个月不管吃不管住，一个月1000块钱。大姐，这不管吃不管住一个月才1000，他这不是压榨劳动力吗？我呢有一个公司，要不您就来我那上班吧。我这没上过学，没什么文化，怎么去你们公司？这不是、哎、没事，您在那也做，也可以做保洁，我们那管吃管住，工资肯定比您这高得多。是啊，大姐，哎呀，那您去，我们呢还能照顾照顾您。我，那谢谢你了。哎、太客气了，大姐。这都是应该的。哎，那大姐，要不咱现在去公司看看？大姐，这楼上有饭店，挺不错的，我带您上去吃个饭吧。是啊，大姐，那谢谢你了。哎，我没报答您的救命之恩呢。那咱走吧，我给你们。慢点啊。嗯。王总，我这个公司现在出了点状况，我想找您借点钱，把这个公司。喂。
么人啊这是？如果这再借不到钱，这公司只能申请破产了。不行，我得想个办法。喂，李总，是我，德刚。就是我现在公司出现点问题，想找您借点钱。您也没钱了，那行行，您先忙吧。好，哎，老婆，我回来了。哎，老婆在忙呢。哎，老婆，你今天下班怎么那么早呀？哎，老婆，我有件事想跟你说。你说呀。我呢，可能跟最近几天有点忙。可能不在家，你能在家好好照顾自己啊。嗯，行，我等会儿啊还跟我闺蜜逛街呢。那行，我这个公司还有点事儿，我回我那屋处理一下。嗯，好。现在刚到放映进门的工地里面。行，那我等会儿给你打过去。这不是老公吗？他怎么在这儿啊？老婆，你在哪儿呢，德刚？啊，老婆，我这在公司，和合同方在这吃饭呢，有什么事吗？真的吗？你可别骗我。怎么可能会骗你呢？我在这吃的龙虾鲍鱼呢，等会儿还要陪着客户再谈谈生意呢。老公，外面下雨了，可别着凉了。我这在公司呢，一点都不冷，暖和得很。你呢，在哪呢？这天冷了，照顾好自己啊！老公，我错了，我以后再也不乱花钱了。哎，老婆，你说这些干什么呢？咱家有的是钱。啊，对了，老婆，你今天不是说要和你姐妹逛街吗？钱够不够？不够，我再给你转点。老公，老婆，老婆。你怎么来了？老公，这下了雨了，你怎么过来了？老公，我知道错了，以后我再也不乱花钱了。老婆，你有什么错呢？最近这公司里面出了点问题，资金有点周转不开。我呢想着，我既然娶了你，我不能让你受苦啊。老婆，应该说错的是我，瞒着你，早出晚归的。就在这干活呢，真对不起了，老婆，这几天没有好好陪你，让你受苦了。老公，都是我不好，是我没理解你，是我不够关心你。既然现在公司遇到了困难，我们应该一起面对的，你不应该瞒着我一个人扛。你放心，等会儿我回家就把我所有的嫁妆还有我那些名牌包包，我全都给他卖了，这钱拿来给你救公司用。老婆。